看看新闻网。最意外，日前陈坤、李宇春两人同时亮相某颁奖典礼。去年陈坤登上了龙年春晚，放声高歌了一曲。本以为爱唱歌的他有望再次登上蛇年春晚的舞台，谁知在采访时他却表示更想陪伴家人，而婉言拒绝了。我去年是去帮忙，就我并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歌手，并再像春晚对于我来说太复杂了，我们排练太多次，虽然我也很高兴为大家唱歌，但是他们也不一定每次要找我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也没有那么多次有这个这么。我也想可能陪陪家里人更好吧，因为我不是一个春晚的常客，我只上了一次而已。